为揸波诶，拢爱上车，自细汉就安尼，但是爸母拢足烦恼，因为惊伊大汉了伊塞车吼，会安尼那，伊啊嘣，会弄到。所以吼，生理人真有够巧。所以有生理人就想讲，既然大家遮尼啊惊弄车，不如呢，我来设计一种物件，让大家底下弄一个较欢喜的安尼。哦、喔，结果囡仔有够爱玩，叫做碰碰车，哈，怎么用一个范围，大家底下笑弄，随家你弄，随家你弄，吼、喔。 啊！出去外面毋通个啷啊啊！碰碰车，碰碰车，婚姻吼、哦，都、就是碰碰车。哦、婚姻哦，都、就是每一个人的精髓。伫一个家庭的内面，真直接，伫遐啊，嘣嘣嘣。所以莫怪熊熊会怎冤家。有人讲婚姻就是安尼，婚姻就是头一年吼、哦，查甫一年吼，拢通常查甫对查某。 所以头一年哦，查甫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因为他他太太綿綿哦，伊、啊、对太太足是情话绵绵啊，拢欲讲哦啊，对即个太太还够做有感觉，所以头一年查甫一直讲，啊，查某囡仔来听。第二年换查某开始讲，但是差不多拢在念啊，换查甫听，好啊，卖个念啊，好啊，还是不一定在念。太太在讲，老公老公，我跟你说，嗯啊哦，查某讲查甫听。第三年呢？ 两个做伙讲，啊，上欲听，厝边隔壁也听，听好无？哦，啊，这就是婚姻啊。婚姻就是碰碰车，婚姻就是讲，因为两个人生活做伙吼，共、哦、一个厝边顶，所以一定要足侪足侪即个情绪呢，拢伫即个家庭个内面呢，用正直接和、哦、对方全接受到啊。所以婚姻，你若白相处理情绪吼，即、哦这个婚姻要维持。 非常的困难。你若认真要讲，咱来讲婚姻足困难，足困难，足困难。你若问讲，哪一个上困难哦？安尼我感觉讲，婚姻上困难，就是即、這个，未安怎接受对方的情绪，这个上困难。尤其对华人，因为咱华人基本上哦，有一个足大的一个困扰。咱即个华人的困扰，就是咱自细汉到大汉哦，咱的情绪呢，拢去互控制。 啊，安怎控制？都、就是若有人生气，你心情多歹。这就是咱的文化。咱的文化内面，咱的情绪是集体，集体情绪。所以呢，一个人若心情歹吼，规个办公室个气氛会足差。那我多解开讲，你心情歹，恁兜个代志我心情好啊。啊，咱不多。若有一个人心情歹，咱就开始逐家紧张啊。诶、欸，怎么事啊？ 伊是毋是咧生气啊？啊，即种文化对对开始家庭家庭，自持人爸爸若咧生气，村嘘，规间厝内点点点，逐个拢惊到要死去。吼、哦。啊，若有囡仔过地咧走落去，妈妈不要走啦，妈妈生气啦。吼、哦，因为咱只有温存一个家庭，一摆会当一个亲属尔吼。伫、哦、一间厝内，刚才当有一个亲属尔啊，看啥物人较大。 咱以伊诶情绪为主，啊，上面人较多，啊，都爸爸较多，所以爸爸若欢喜，哦，大家拢足轻松诶；啊，爸爸若心情歹，大家拢爱足紧张诶，抓咧蛋，哦，啊，爸爸若无得咧呢，换妈妈做王，哦，嘿，妈妈若心情好吼、哦，大家就较轻松；啊，妈妈若心情歹吼，嘿、哦，剁菜剁作大声，哦，炒菜咧真是炒作大诶，大家就想要讲解释啊，哦，大家想要讲配对较硬诶，啊，所以。 咱拢会察言观色，你知哦？咱做事也较大，咱都著想这点啊。所以，若有别人的情绪啊，那些阵，咱都唔敢表达咱的情绪。啊，这会变安怎？这变做你结婚你、啊、你了,你了，你即马登一厝，啊，登厝呢？看你某理啊，心情歹，你欢喜到来呀？你讲谁得罪你啦？啥物人佮得罪你啊？你情情心情歹一日要安怎？但是你敢知影讲，这对一个太太来讲，一些是足莫名其妙呢？ 啊！我因为我总是有一寡原因，我有发生一寡代志，我心情歹，我心情歹，也毋是因为你。我咧生气，你即马是咧发大三岁，啊！别人虾米你咧发烧，哦，啊！咱个文化其实著是安尼，因为咱个文化自细汉，咱著是种委屈，著是讲我无甲你安怎？啊！像那爸爸心情歹，我都袂当讲话。哦，像那爸爸心情歹，妈妈在伫遐嘘嘘，啊那无错，目未出，干那目睭闹掉呢？ 我、哦、一直叫你，哦，我唔敢咁樣張口嘴歪歪咧，系咪？成日咧，因为伊是爸爸，每當有人對嘴爸爸，哦，迄啲是皇帝的文化嘛，皇、哦、帝上大，我皇萬歲万岁，萬万岁冇萬歲你带準備帶條衰，阿婆都，咱著赶紧哦，只好，哦，逐个拢安尼必恭必敬，畢畢种文化伫家庭內面，即个囡仔即种文化大汉，伊当然感觉讲莫名其妙。 我惊当下本来心情真好，今日就猛凉，哇，肃杀之气！今日就猛凉，哥哥姐姐都嘘，哎，打开拢啲 N 幕剧，嗯，安怎？哦，打开拢零零七，各家 7, 自己看半时，看着办。所以变奏工一对金属真敏感，所以今日今日大汉了，伊即马差给入去一个家庭，伊即马当一厝偷一件代志，先看别人嘅面色，先看大家的脸色。 看嘛咧，今日太太，哦，太太心情好，太太心情，啊，我勒心情好啊，太太心情坏，无发生代志，我心情我勒开始坏，啊，咱就好，歹代声，啊，你即摆是安怎？你即摆心情是安怎？啊，无就为了讲是过安怎啦？啊，是过倒位咧未爽快啊啦、啊？啊，其实吼，咱冷静来想，啊，倒带，咱即摆拢倒带，一个太太。 淡处诶，心情正歹，伊需要虾米？伊是毋是足期待阮人倒来诶时阵，加安慰？所以一个查某人伊心情歹，伊拢敲电话互只朋友，哈、啊，我今天心情很糟呢。伊就伫遐讲，伫遐讲，伫遐讲。对方会感觉无？对方袂感觉。为虾米？因为朋友之间，得倒温存情绪。哦，你心情歹，讲互朋友听，伊会接受。啊，为虾米伊会接受？ 因为无因大卫代志，哈哈，因为家系无关系，所以你心情歹，我听你讲，安、哦、尼哦，好可怜哦，伊、哦、足可爱哦，哎、欸，朋友著是做种代志啦，著无你嘅代志，你著听得对啊啦吼。但是颠倒厝内人，煞无即个功能，即是足奇怪吼。颠倒共一间厝内人，本来照你来讲，仔某想亲啊，我心情足无好，是毋是需要伊安慰我？一定要安慰。 较早阿袂结婚的时阵哦，阿袂结婚都是朋友嘛，阿袂结婚都是男女朋友嘛。较早讲我今天心情不好，吼，马上打电话来，哈尼、啊，你安怎？心情歹，我请你食饭，我带你来看电影，啊，想较开的啦。都是当年咱做朋友的时阵，我的心情你拢会甲我吸收，你拢会甲我安慰，你拢会甲我鼓励。我毋唔会予你骗，我唔在甲你结婚。 我毋只嫁互哩，我毋只娶哩。收尾交结婚了、喔，毋是朋友，结婚了、喔、叫做一家人。所以游戏规则变啦，你了解无？伊都变啦，因为伊组词量较大，伊知影讲朋友啊。朋友著、就是啊，逐个心情互相分享，吼、哦，快乐这位分享啊，忧愁这位分担，这叫做朋友。啊，什物叫做厝的人？厝的人著、就是看什物人是老大，吼、哦，厝的人著、就是一想多迄个人嘅情绪。 家定今仔个全家诶气氛，即叫做家庭。所以，当男女朋友一旦踏入了婚姻，即嘛变做阿阿某咱即嘛关系毋是朋友，咱即嘛关系叫做阿阿某。咱是一家人。即嘛你是爸爸，我是妈妈，你是阿，我是某。咱怎跳倒转去？咱过去，老爸老母，切换模式，咱就主动切过。切过以前，咱看到爸爸妈妈诶方式。 啊，爸爸妈妈什么方式？我都我演过啊。爸爸妈妈的方式就是，那爸爸这个爸爸上大，爸爸那心情歹，大家拢点点。所以咱起码变硬阿无聊呢。咱说未记继续保持以前这个男女朋友的方式。咱这个七个月，系啊，这个婚姻就开始落架。哦，这个婚姻就开始变作痛苦。你的婚姻开始变作这个，因为本来。 即个太太还是先生，伊踮厝诶，伊等于心情诚歹诶时阵，伊足姿态讲等咧，会倒来迄个人，伊是安慰，鼓励，伊是扶持，吼、哦，伊伊是会甲用一寡肢体诶动作，吼、哦，安尼甲我揽一下啦，吼、哦，啊即种头甲我搔搔咧啦，吼、哦，结果即摆毋是，即摆倒来了，因为我的心情歹，对方有接受着，结果伊接受了，伊发。 伊伊用一个足奇怪的方式咧甲回应，所以这个别墅敢若两台火车，嘣，都开始爆炸啊！所以咱严格讲起来，都、就是因为咱自细汉，咱未晓处理咱的心情，咱未晓处理，咱家己咧生气，咱毋知；别人咧生气时候，咱其实会惊啊，因为惊，所以咱就嗯哦，我就先拍一滴安尼。所以其实吼、哦，你要了解啦吼、哦，如果今日你心情歹，今日你拄着困难。 结果你登去了后，恁安恁某伊安尼冷言冷语，也是拢无反应。是为虾物？是因为伊毋知影要安怎？是因为伊毋知影要边啊面对一个人生气？是因为伊毋知要边要安怎样来面对一个人一情绪？因为自细汉伊都毋知影要安怎面对，所以这是咱规个社会一个问题，所以现在婚姻的失败。 婚姻的失败，这是整个社会风气带来的结果。因为如果咱在一个家庭的内面，咱就拢足行足行，我们很怕别人生气，有够惊别人生气，去好惊老师生气，去上班惊主管生气，咱规个生活内面都惊惊惊，一定会出代志吼。咱充满了这种的担心啦吼，无安全感。啊，当然，咱当去厝内时阵，咱将即个情绪继续带当去咱家。 所以阿婆两个人本来应该是三夫妻，哦，家庭本来是你有委屈啊，啊，你有一寡痛苦，等下厝了后，甲你医治；等下厝了后，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，伊是扮演一个角色，伊是要甲你帮助，伊是要甲你玻璃的康。啊，但是因为咱未用处理情绪，所以颠倒规个反效果，所以婚姻都全搬落去啊！啊，所以咱毋们所有朋友吼。 咱用心来思考哦，你敢是一个会晓处理情绪的人？别人在生气的时，你是不是会足紧张？这个问题若无解决，你的婚姻会非常的辛苦。要困即个三个礼拜咱继续来谈。婚姻当中留什么节目？咱的文化，上盖好，每一个人都无情绪。 这就是咱的背景，咱完全无法度接受任何比较负面的情绪。咱上界欢喜，咱四周的人拢是笑嗨嗨，逐讲笑嗨嗨，哦，拢无伤心，啊，拢无痛苦，拢无烦啊，拢无压力。咱只有接受这边之意。所以，当有的人伊安尼由头改变，咱都别当接受啊。咱就感觉讲？你为为什么你别安尼？ 你為什麼要俾我冇快樂？奇怪，伊有压力，为什麼你要冇快乐？啊！咱祖先都是安尼。好，所以咱喺嗰個情緒內面只有接受正面嘅情緒。喺度咁樣，正如咱只有接受出日头，咱足腿也係雨天咁款。但是安尼咁有可能？冇可能嘛，因为这世间本来就是有时阵出日，有时阵呢會落雨，有时阵落濕濕巴雨，但是有时阵会风大天。 所以像这种的精神吼，咱做人活喺世间，你一定要学习讲，我系当接受各种嘅情绪。你花，毛冬天嘅花，春天嘅花，佢拢无共款。所以咱一个人嘅情绪内底，有时阵是会比较较快乐嘅情绪，有时阵会悲伤，有时阵会生气，有时阵会挫折，有时阵会忧愁，这太正常咯。但是咱嘅文化就是讲，迄拢唔好，迄拢总是唔好嘅，只有一个情绪就好，那可能？ 那有可能？无可能，无可能。所以你点解知影讲要安怎面对情绪。啊你！你讲啊，圣、欸、经咁唔是讲常常喜乐，诶，常常喜乐。圣经讲呢句嘅时，阵都是代表圣经知啊讲你咪烦恼嘅时阵啦。啊！如果想讲不准烦恼，拢唔会啊！大家咪变空空，大家咧，大家咧笑嗨嗨，嗯，啊，真系好正常，真系唔正常。所以圣经讲爱喜乐，就是讲我知啊你嘅要求。 所以，当你要求的时候你也去处理，将你的要求放落。这不是无接受，这是讲来处理一种负面的情绪，并不是无要接受负面的情绪。这完全是两回事啦。哦，所以，亲爱朋友吼，咱、哦、人活在世间，上帝自咱有情绪、哦、上帝造咱每一个人，遇到代志会有感觉，这正正常。 所以你若足想起你若心情真烦诶时阵，圣经讲你会当烦哦，啊你会当真无爽快。但是呢，迄种情绪毋通伤久，因为对你诶健康无好，啊对别人嘛无好，别人无需要承担你诶情绪诶笨琐。意思著是讲，你心情无好，你家己处理掉，毋通将你诶歹心情哦去影响到别人。啊，咱其他人嘛爱学，伊即马心情歹，我著要温存伊心情歹。

咱拢一直咧绝，拒绝，拒绝，不准、不准、不准，问题明明有啊，伊著是会生气啊，啊生气就会大声啊，哦，啊咱、啊、的背景，大这大声要创啥？你遮大声要创啥？啊我心情歹，我当然大声啊，所以你看到咱情感成长的背景吼，其实是足痛苦，所以咱即马结婚了，后，是安啊婚姻足歹维持，因为原本婚姻著是一个。 甲另外一个人大做伙，互伊来帮助你消化你诶情绪。婚姻著是分享你诶感觉，婚姻著是表达你对即件代志诶感觉，你对即件代志诶看法，你会当讲出来，你会当表现出来。啊，表现出来了，咪用妈？啊，你若表现出来互骂，迄著是上班啊，上班你对公司啥物不办，你就毋通讲哦，你讲出来著互骂哦。 伫外面的社会，就是你若讲真话，你懂吗？啊，家庭是虾物？家庭就是讲，你若讲真话时，阵别人会了解讲，哦，你是安尼想哦，哦，原来你是即个感觉哦。所以，伫家庭你会通帮助轻松嘛？婚姻个目的，就互你真实个感受被人接受嘛。结果咧，因为咱个背景，一个人结婚了，后，伊伊确实将伊个情绪、原本家庭迄种模式，佮带到新个家庭。 所以结婚了，后，佫较孤单。因为我本来就是你会了解我，哦，我本来就是讲你会帮助我，我本来就是讲我有情绪，你会替我分担。结果不但无，甚至我有情绪的时阵，我都爱佮处理你的心情；我有情绪的时阵，我都爱佮注意讲我我会伤害到你无加倍忝。所以即种个忝，怎好一个原本应该是互相分享迄个亲密的关系。 迄种的婚姻呢，开始拄着阻碍，所以慢慢慢慢慢慢,慢慢，你看见讲，红仔某两个人愈来愈无爱讲话，因为吼，以后我的感觉我无爱讲啊，我无爱讲啊，所以吼，足多人活伫囝仔内面，阮先生、阮先生别倒来啊，吼、哦，伊倒来若看到我呢，一定会生气，即种婚姻就是种感觉，你知无？都、就是感觉啊，因为本来我咧生气，阮先生会当知，即嘛变成讲，我毋敢，互阮先生知。 迄个亲密关系本来是足真挚的相处，但是到最后呢，即、這个亲密关系到到最后已经变做讲是充满了惊。迄、那个到最后迄种亲密的关系是，互两个人之间毋敢讲真话，会会怎啊，互互一个人变做将家己怎啊封起来，你知影无敢将家己关起来，吼将家己的相处放咧冰箱内底，毋敢甲人分享，也毋敢表达。所以即种情形，当然对亲密关系对阿某来讲。 迄个变做是一种伤害啊！所以咱哦、喔、一定爱知影讲要安怎样来处理咱的情书。婚姻都是一个和你真实的情书表达的一个所在。婚姻都是和一个人会当真正做伊家己，毋免伫别人诶面头前爱个假。婚姻都是你毋免和别人诶欢喜，好唔免讨好别人，这才是真正诶婚姻。但是真可惜。 即嘛，祝者婚姻，因已经无即个功能啊。即嘛，祝者婚姻到最后，即、這个先生太太之间，因两个人的感情呢，变成讲我真实的感受，我连伫你个面头前，我嘛无想要讲啊。啊，就是冷淡、结冰，即嘛结冰了，无感觉啊。啊，我无时间讲，我即爿对伊拢已经无感觉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谈恋爱时阵，伊总爱听我讲；以前谈恋爱时阵，伊拢会听我讲。即嘛，诶。 好啊，讲煞呗，好啊，好啊，即马变出足冷淡，啊，即马敢若足个加咸，即马足讨厌我，所以当然两个人的距离都愈来愈远啊，两个两个心之间愈来愈远，愈来愈远。所以婚姻想到哪会破裂？因为对方的感受你感觉未到，因为你的感受你也无想要甲对方讲，这就是婚姻破裂的开始，会行到即个地步。 其实是因为咱毋知影要安怎面对咱的心情，是因为咱无了解咱家己，是因为咱几个心长的背景中间，咱拢只有会当接受好的，无法度接受无好的，这是足大足大一个问题。所以，毋茫所有的朋友吼，啊,啊，你搁一摆定心来思考啦，吼，你做人的先生，做人的太太吼、啊，你敢有温存伊有情绪；啊，咱做父母的，你敢有温存？你的囡仔当初一旦有情绪？ 是讲伊生气诶时阵，你会当莫受伊影响。你得家家己讲啊，伊咧生气啊，迄是伊诶代志，无要紧。伊咧生气，啊，伊咧生气吼，咱家己关心讲你是安怎？吼、哦、啊，有人毋是讲伊咧生气，伊诶代志我电视我照看。啊，你要去你房间去吼，你莫踮当甲搞乱吼。啊，你讲即种话就是人本来是社怕火的尔。你种啊，汽油倒落，当然有大拍嘛。吼、哦，伊有伊诶证书，但是你也感受着伊，啊，你也会样去帮助伊、关怀伊。

我给你警告，我今天心情不好，你莫甲我讲话哦、喔。我再给你警告，我今天心情非常非常的坏，你莫甲我乌白哭哭笑哦。我今啊去讲一遍，我心情非常的坏坏坏，唔通乌白当。 你若乌白动，我磁场会低震动，心情会更加歹。你嘛免安尼哦，逐天也来看报纸，人个心情歹，你也不要讲讲一句话。做人唔通安尼啦，迄看人心情啦无好。 大家出边隔壁，阿妈妈可是好朋友，怎么变安慰介绍？这烦恼一种啦，吼，愈想愈气。哈？哈？你即马讲话，这是什么口气？你甲我讲话麦，你即马讲话，这是什么口气？莫名其妙，我不在哎呦，你有没有想过吗 你是阿妹呢，你哪样对我讲违指令的？嗯、啊，做人难的呀，一个人烦。哦、啊，我冇想要话，我一世人嘛，冇听过你讲话，对我是一款口气。老阿姨呀，我拜托你好唔？哈、啊，只要是人，都会有情绪啦，吼、哦。欸 你家己心情歹，你就歹来惹人。想你拄只呢，连狗都惊你啦，哈！莫讲是我哦、喔，吼。哎呦，你讲话安尼假，你也无天良着。讲甲我，敢那足歹斗阵的。谢谢观众朋友啊，你嘛拢知影，嗯、对无？我以前环球小姐第二名的时阵，嗯，欠那人水。 我是身材搁好，人讲我连生气的时阵嘛越来越可爱哟、喔欸啊啊。真正不赖嘞，真正诶脾气咧变化，跟那天气同款。拄只风台即嘛搞出神啊，我感心情看了跟那足好安尼。莫怪，正经诶，啊你着讲话吼好听，好、啊哦、我听了吼足爽诶。 就爽快，哎呦，今麦我心情非常的好，来啦，嘿，阿尼哥啊，行，我今麦心情足好，咱来洗锅！啊，阿、啊、你请我吃饭，阿尼好不？为什么伊阿心情好，啊变成我心情坏。这种人的功力有够厉害的、啊